定期驗身，咁至放心。定期驗車就最安全。咁你有冇聽過強制驗窗計劃啊？梗有啦。我哋棟大廈啱啱被選為目標樓宇，一收到驗窗通知就即刻揾咗合資格人士驗窗。就算冇收到通知，業主都可以主動安排檢驗，仲要妥善使用同保養，啲窗先至安全穩陣。妥善使用，定期檢驗，窗戶安全有保障。